两岸经贸交流越来越密切了，那么现在有两岸房地产业者首度携手合作顶级豪宅专案，要推上世界的舞台。业者呢还特地漂洋过海到南加州来强力促销。这个周末20、21号两天就要举行展销会，现场还会推出最优惠的价格来回馈南加州的华人。我们这个项目背山面海，而且前面又有那个台湾的母亲，台北的母亲河淡水河横跨。其实它这种景观在台北市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以山面海的景色究竟有多美？业者专程从台北飞来造势，透过画面呈现美景。他表示，万通台北2011推出以来，在两岸三地、新加坡都造成轰动。这次来到美国，秉持着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要把投资赚钱的机会送给侨胞。是请了世界级的这种团队来做，包括到花园的 Peter Walker， 会所的 Peter Bowlin。以及我们这个建筑本体的这个 MAA， 都是在国际上已经有取得很成功的成就的一些团队。看着白色亚克力立体模型强力来促销，除了顶级精英团队打造，业者更强调两岸经贸往来火红，台北成为亚洲活力与魅力之都。万通台北2011将于明年2014年完工，未来这里将是台北地区结合了投资、居住与度假为一体的国际豪华住宅。我们这次很荣幸的获得这个万通国际开发股份给我们这个在美国地区是最低的优惠折扣价，只有在这一次洛杉矶的推销会签署的客户会有台北的往返机票免费赠送。送好康，心动不如行动。南加州专业地产团队取得美国独家销售总代理，这个周末20、21号两天展销会登场，正式与您见面。有兴趣的华人千万不要错过了。东森新闻吴中国、陈碧柔、纪慧媛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